立秋到，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去向萧索成熟，丰收的喜悦随之来临，庆祝活动正式开始。春去秋来，叶落知秋的立秋就要来到，我们甩甩头，喊喊猪嗓，我们揉揉眼，我们揉揉眼，我们揉揉眼，还露珠粮，我们拍拍腰，我们拍拍腰，我们拍拍腰，还丰收了。送去第一缕秋风，凉风有心，呼呼，金秋来临，呼呼，一大波美食成熟了，吃进肚里，补充能量，哇哇哇！韩家，老大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强大、古老、神秘的气息。那是，肯定能吃。老大，等等我们！这个像月亮，还像啃过一口的烧饼。像，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确定。赶紧计算数据，只有修复了节气仪，节气精灵才能正常苏醒。我怎么可以用这么严厉的语气跟伙伴们说话呢？立秋妹妹，还有多久啊？严谨细节，谋定而后动。立夏哥哥，我刚才就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，我们都得注意一下才可以。好了好了，就爱教训我。这个像贝壳，用背雕试试怎么样？确认，可以用背雕技术。那快找贝壳去啊，不能全去，得防止年兽搞破坏。哇哦！哇，就在这里面，那股神秘的气息。我，你俩悄悄跟着立秋，打探情报。立秋吃肉贴秋膘，亲热润肺吃个梨。我也要贴秋膘，我也要吃肉肉。哎呀，不可以。什么声音？快要到五四广场了。手，你慢点儿。这个行不行？这有个大海龟，再去那边找找。别管海龟啦。好嘞，他们走了，快追。错了，停下。就是这儿。
那股神秘的气息怎么消失了？太奇怪了！哦，嘿嘿嘿嘿，找了半天找不到年兽，他能去哪儿啊？哎，什么声音？哦，没听到啊。可能是爸爸，过去看看。嗯啊。嗯，找到了。您说在这儿。没错，就是这股气息，古老而且强大的能量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天青凤鸟，烈阳精灵，加油！哦，快快！巨灵掌，强化！这好强！让我们见识一下古老能量的威力！再见吧，立夏！立春和立秋去哪儿了？叫他们一起来！年兽，我跟你拼了！咚，我快点，魔法快点！李东，你在逗我吗？让我送你去见立夏吧。立夏，好样的！烈阳。抓我！谁也奈何不了我！强化，虚弱波纹。好累啊！捉到你了！哎，东堂！林夏还在里面啊！我一着急给忘了。年兽的能量太强了，老大，快来青岛金沙滩！力求他们在寻找贝壳，想修复杰西仪。等我，我现在能量爆棚，分分钟就能解决他们。每年公历的八月七日至九日间，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三个节气立秋。田野里禾谷开始成熟，瓜果飘香，硕果累累，收获的季节到来。立秋以后降水减少，但气温仍然较高，农作物生长旺盛，大豆结痂，玉米抽雄吐丝，棉花结灵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成熟。有些山区的人们会趁着这段时间挂晒农产品，叫做晒秋。立秋以后天气转凉，饮食上也不适合寒凉的食物，适合吃一点酸味的东西，比如柑橘、葡萄、西红柿、苹果等等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还知道哪些秋天的变化呢？可以悄悄地告诉我哦。